那距离喝可乐时间呢，已经过了2个小时多了，那来看一下现在血糖值是多少哦。这个是可口可乐 Zero Sugar 的口味，那它是无糖无热量的，600cc。然后呢，主要的成分呢有碳酸水、焦糖色素、阿斯巴甜，然后有一个蔗糖素，它是甜味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碳水化合物呢，这边是零，热量也是零。你好，我是顺子，今天要来做的食物升血糖的实验呢，是这个可口可乐无糖无热量的口味，来看看它升血糖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一样实验之前呢，来测一下现在的血糖值是多少。好，现在时间呢是9:36，血糖是150，那我早餐没有吃，照以往的这个操作方式呢，就是做这个实验呢，都不会吃早餐，那不会打速效胰岛素，也不会运动，也不会吃其他点心，那早上起床之后呢，有打一个基础胰岛素，那照我们一贯的这个实验的流程来这样做的，做这样的操作。那我手臂上的这个小白呢，它是雅培的这个 Freestyle Liberlink 的那个 CGM 连续血糖监测，那我只是用手机去感应它这个里面的数据是血糖数据是多少，因为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血糖嘛。这一罐是 600cc 的，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来喝咯。小心一点，免得喷出来，因为我刚刚有晃到。那因为它标榜无糖嘛，那碳水化合物又是零，所以一次就给它喝多一点，600。我觉得喝起来口味呢，跟那个红色的原味的，还是那个甜味还是不一样，因为它这个用代糖做的，其实原味的是比较好喝的。好，那把它喝完了，晚点再来看看这个喝这个 Zero Sugar 可口可乐的血糖变化哈。这种还是慢慢喝好了，一次喝太多，那个气一直喷上来。今天是要从彰化回宜兰哈，那中间在关西休息站这边休息一下，上个厕所。现在时间呢是11:50，那距离喝可乐时间呢已经过了2个小时多了，那来看一下现在血糖值是多少哦。好，血糖是147。好，继续出发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喝了 600cc 无糖的可口可乐它的血糖变化哦。那一样打开这个智抗糖 APP 哈。那今天16月25号，好，那你可以看到早上的血糖大概都120几，130几，没有吃早餐哦。那在喝这个可乐的时间点大概是9:32、33分左右，血糖这边的记录是154。那你可以看到喝了 600cc 的这个无糖可口可乐之后呢，都大概在150几左右，都平的啦，这个血糖是呈现一个水平的状态。那9:30嘛，一直到大概下午的1:30，1:35，血糖是144。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血糖呢都是在一个平的一个状态之下哦，所以没有血糖升上来啊，血糖都还是持平的状态，没有把让这个血糖升上来。
所以呢，就可以证实哈，这个无糖的可口可乐呢，zero 的 sugar 的这个无糖可口可乐呢，它真的是不升血糖啊。所以啊，如果你喜欢喝可乐啊，但是你又怕血糖高哦，那你可以用这个无糖可口可乐的这个口味来取代啊红色的那一种的原味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血糖就不会升上来，不会升那么高。我是低血糖的病的病友。那我的病史已经有22年了啊，在这个影片里面有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状况，还有我的一些有没有并发症哦这些的内容啊。那我做这些影片呢，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哪些食物它是会升血糖的啊，它的升血糖的幅度是多少。那希望我们糖尿病友呢知道这些食物升血糖的幅度之后呢，你可以透过这些食物的分量啊去调整去控制啊，那我们的血糖呢不会升得那么高，那同时呢，也要规则的使用药物。好，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那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一起来投稿吧。